你回来了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快烫，快帮我拿一下。今天你去 Steven 公司考察，钥匙都扔我车上了，这不像你啊。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，快尝尝吧。 你说好笑不好笑？再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儿，我爸爸准备和我们公司谈合作，什么时候你们抽空见一面呗？吓死了，最近有点忙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应该考虑考虑我们的事儿了。 这个要正式的考虑一下，感情的事不能太草率。别说了，我们两家的联姻，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错。别说了，没关系。就算你现在不想考虑这个事儿，但是生意总不应该停吧。 我们两家的合作总是可以谈一谈的，是吧？我去上个厕所。We're sorry. Your call cannot be completed as dialed.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. ，当初只是让你爆出沈如烟的事，现在事情闹这么大，那你看你能干吗？你就等着收我的律师函吧。 Hot.